你们这些人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很适合你？我叫八清，我有专门的技艺，来做门客测试的。长井就想让你们好好的活着。你是寡人的，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你丧命，且连当今最爱的人。我八清已经不是刚进宫的八清了。 句句有料，只要高潮。